Hello，五年级的同学，大家好！来，今天同样由我玉老师来陪大家一起上国语课。今天我们要做的呢，是你们青色的那一本练习书。Get ready，青色的那一本练习书，好吗？o、okay. k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白铅笔。 我们要做的是 subjective 的练习，还有的就是 c u r t i s Dua 的 Bahagian B，写一篇的 ulasan。OK，来各位 get ready 好你们的书本了哈。OK，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 Bahagian B 第十五面的 Set Two 的 Bahagian B。OK，翻开来第十五面。 写上今天的日期，七月六号。OK，来，放心，老师会跟你们一一解释过那个字的意思，然后你们才填中来，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请拿起你们的铅笔，或者是你们要用蓝本写意思也是可以。OK，来。 d 拉 l 干的意思是被执行、被进行，好像那件事情是他做的。OK，哈，那件事情 d 拉 l 干 g u oleh 谁？哈、哦，ha, 打个比喻，是班长做的那件事情 d 拉 l 干 g u k a n oleh kelas。哦、class, OK，被执行、被进行。 哈点指的是关注，OK，就是说你有什么要去注意的，哈、啊，有什么要们不哈关注,关注要去 care about 这件事情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关心的话，后果会非常的严重。也许接下来的呢，则是猛挨拉杆避免，OK，我们今天讲，我们这么做。 是为了避免什么事情咯。接下去有的呢，则是哥斯拉马丹“哥斯拉马旦”。“哥斯拉马旦”的意思是指安全。“哥斯拉马旦”是高拉在学校方面的安全。“哥斯拉马旦”的“加拉拉亚”马路上的安全。“迪哥很大”意思是被要求。打个比喻。 Mere mere dikehendaki berato kedatuan. 同学们被要求排队去礼堂。OK，dikehendaki 是被要求了，就是说人家被人家 request 做 something 的。OK，mengawasi 的意思是指看顾。大概比嗯。 Maybe Daddy、m 咪 m m y 带你们去公园的时候，他要问阿瓦西你们，对不对？啊，为了 make sure 你们的 س 斯拉 م 同样的，好像你们去科学室啊，那些比较危险的地方，需要得到老师猛阿瓦西你们看顾，你们才可以进去的，对不对？然后呢，接下去有的是 f i r d 阿 a 兰。 阿多 o 的意思是规则，rules，OK？、Okay? 要遵守，要 follow the rules s 本 a 那安指的是使用，OK？用那个东西使用。所以各位，在这里，我们下面的我们要填四个罢了，OK？我们要填四个。我大概跟你们解释过里面的，然后你们找适当的字填下去。 Merek di makan science merupakan aspek utama yang perlu diberi perhatian。什么学生在科学是，它是 aspect utama 是最主要的，需要给予关注的，最主要给予关注的。为什么他这么讲呢？Kemalangan yang biasa berlaku di makan science adalah seperti kebakaran letupan。 根据电、electric，锅炉、焦兰、gas，等来来，看到吗？这里他讲什么？学生在科学室那边是最主要的方面，我们需要给予关注的呢？那是因为呢，我们的科学室时常会发生一些意外，for example，火灾。 称为个爆炸了多半就是说爆炸事件，哎，就是说有可能化学物质跟化学物质间在一起会爆炸。个叫做 electric 指的是电线短路，就是说好像会跑电啊那一些咯。然后个 bottorun gas，因为有时候在科学实验你做 experiment 的时候，我们会有用到 o u n gas 那些，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关好来的话，那么就会面对漏煤气的问题了。另外一点，Guru perlu bijak dan sentiasa peker semasa mengawasi murid-murid di makmal science。这样呢，老师呢就要特别的需要比较明智，bijak，这里明智，和需要时常注意。 关注学生们在科学实验里面的状况。Mere mere bulaharus mematuhi 什么什么？s 底马貌 s i e n c e 要遵守什么呢？哈、啊，写下去。m o r e m o r e juga d i a a r m e n g u n a a n alat-alatan s c i e n e g a n b e t u 学生们呢也被指导。 说怎样正确的方式使用科学用具等等。s e l e b a s membuat ujian k menggunakan bahan kimia, m u r r a y m u r r a y m u n b a s u h tangan dengan segera. After 他们做完 uji kaji, 写写下去是 experiment 实验。他们做完一个实验的过后，因为他们有可能会用到一些化学的物质嘛，对不对？ 所以学生们怎样去洗手的？应该是个绕，是立刻马上去洗手呢？要填上什么？你觉得？kita dapat semua ke mal sorry ke malangan sekiranya kita berhati-hati dan bersikap disiplin，我们可以 avoid words from 那些意外的发生。咦，我们大家都。 小心，很有自律的。当我们在科学实验室里面 （science lab） 啊，这、就、个是你去 science lab 的时候有一些，为什么你们知道吗？为什么每次我们要排队在外面等老师来，我们才可以进入？因为科学实验室里面它有一些用具是化学物品来的，如果你是不小心去使用到啊。 或者是不小心去进行到不对的实验的话啊，后果会不堪设想。所以为什么呢这里跟你们讲讲实验室里面要注意的。然后来接下去看我们的第十六面，写上日期。第十六面是要填下去的，十二栏多不多？多啊，还有 A、B、C。第一个是要写，阿亚丹尼亚，第二个则是你要写。 老师的提问，然后第三个呢，则是你要写一个 beri masa。OK，来我们来看看。Soalan dua puluh dua a, tulis ayatannya yang paling sesuai。他要你写的是 ayatannya，所以记得写完句子后面一定一定要写上问号。我这里提醒啊哈，提问完过后后面一定要写上问号。所以。 Restoran yang menjadi bohong murut orang ramai itu terletak di Jalan Regang。所以呢，bohong murut 可以看一下它的意思，你们可以记录下来。画饼就是人家会讨论的一个 hotspot 的话题啊，OK？人家很 hot 的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咯。那间餐厅成为了许多人的画饼的是在 Jalan Regang 的那间。 所以你可以讲体温，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用 i d i l i jia ran re 所以你们应该讲提问呢。写下去哈，我教你们 “hai la xi la 哦，所以应该提问放什么，很明显了吧？来，接下来我去 B 的时候了。 Program ini akan b e l a n g s o n g s a l a m a empat hari, 结果，嗯，这个活动或者是这个 program 呢，将会执行大约是天老师，所以一定是结果 t v s 问了什么东西，书记才会回答他这句嘛，对不对？所以，同样还记得吗？我讲要提问人家的，所以后面要写上什么呢？啊？ 来接去吸的，要大干 buribasa，让蟋干 buridas 他看到上面的这个图片，请问他想到什么 b u r i b a 吃饱过后吃甜点，好像吸嘴巴浆的啊，还记得吗？接下去哈，好了，我们就去第十七面。 萨兰多·布鲁迪嘎的第十七面，它是理解文老师会带你们了解这篇文章，然后过后让你们回答几题的问题，哈，那可吗？呃，十七面写上日期。OK，来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是关于什么的。哦，我前面解说的、哦，嗯，这是一篇伊新闻来的，对吗？ Like, seorang kanak-kanak perempuan berusia dua tahun maut dilanggar ketika bapanya mengundurkan kereta di sebuah taman perumahan di Doktor Jedek di sini malam tadi. 他撞了过后他就死亡。个第个，爸爸呢，猛 u 其实他爸爸是他爸爸自己，猛 u d 是推车，OK，就是讲他把他车要，没必要放进他车的 b a c k i 轮的时候，他退后进来的。啊，所以各位小孩子，如果呢，你们看到有一些车辆，他们要退车的话，麻烦你们自己推一下哈，好、啊啊，要注意不要去那一些车的后面玩，OK？所以。 di sini dia ngertis tuih ada Greta di Sport Taman Perumahan kenapa anak kecil mesti mah? Di tu dia讲到哈。Lai, 계속 seterusnya. Dalam kejadian kira-kira pukul 10.15 malam itu, bapa kanak-kanak terbabit Rusli Ibrahim 47 hendak mengadekan kereta yang diletakkan di luar pagar rumah ke dalam garaj kediaman baris seringkat keluarga tersebut。这里呢，你看哈，他有讲到的 <music> 这件事情，大约几点时间？他都指给你，前一晚的十点十五分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 原来是这个小孩子的爸爸 involved，OK，、okay? 这个 Rosie involved，他就说四十七岁了的，他就说呢，我是为了要把车子放在篱笆外，OK，然后方便他到车库啊去载和 Diamond Terrace 那一些，对，你看他他会这么做是只是要退他的车，可是他没有想到后果会那么的严重嘛，对吗？来。 So, Rufina Puteri Basriah anak ketiga daripada empat beradik yang cedera parah di kepala mengambil dunia di hospital daerah Besut. Okay. Nah, tadi Yorjam kata dia ada tiga anak daripada 指的是呢，他弟妹们受伤，然后过后被送去 hospital 的阿拉伯树，他们知道他有被送去的消息罢了。好、okay?，哎，来接下去，ketua polis Arabesut berkata ah berkata bapa karena karena yang malang itu。<noise> merupakan seorang kontraktor hanya m e n y a d a r i k a n kejadian itu apabila terasa terasa t e r l a g b a h sebuah k e r i s ketika mengundurkan kereta ke dalam garaj。这里呢，根据我们的警局的那个局长，他就报告,告了，他就讲，那个小孩子的爸爸呢，是一个工程师来的，然后呢，他发现这件事情是当他。 kuat hada tercuti nak ke terku的时候才会發生這件事情. Oke? Lai, seterusnya. Bapak dan ibu kanak-kanak itu ke diamen eh kemudian membawa mangsa ke hospital daerah Besut. Namun setibanya di hospital, pegawai perubatan bertugas mengesahkan bahawa mangsa telah meninggal dunia.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hari ini, OK? 那我们来看下面的练习题。OK，来，我们来接下去看它的问题，我们来做一做。OK，Berita、okay. <Okay. S 2> ini ada labur dengan apa tentang? 有关什么的呢？这一篇 Berita 是有关什么的？各位可以麻烦你们写下去。 按涉在第一段那边有啊了，一个小女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怎么会死亡？那边你们可以抄那边第一段的哦，因为还一分半了。然后各位，我在这里再次提醒你们，你们看 b r i d a 后面有句号吗？没有，后面有写问号什么吗？没有，所以各位，你们回答时候不用再重抄那个题目。 只要接下去写，不一定要大家来不开单，等什么时间罢了，OK 吗？来，接下来看另外一面。哎呦，这里有一点蒙，老师看不清楚。刚才我们的后面一面就对了。你们那个这件事情发生，然后过后要划线的,、okay, 的。OK，那我们来看伊玛纳卡各家店意图不牢固，各家店是事件。 在哪里发生的这个事件？在上面第一段的北京有啊。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住宅区，叫什么地方呢？OK。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这里，划线对或者是错。它的什么？如果是对的呢，用 ruler 画线去 But i 他说的是错的话，用 ruler 画线去杀啦？来。 第一个他已经给你看了，Mangsa ke Malangan mempunyai tiga orang adik beradik，不对呀，刚才我们说了他有四个嘛，对不对？他是排名第三的，Mangsa ke Malangan bernama Rustina Puteri Prestria berumur dua tahun，里面刚才有讲大几岁，对吗？对，就画线去不到，如果错的话就画线去杀了，接下去。 Rosli Ibrahim tidak sedar yang anaknya berada di belakang kereta. Rosli Ibrahim tapi tidak mencadangkan bahawa anaknya berada di belakang kereta. Bagaimana jika anaknya berada di belakang kereta? Berikutnya, Ketua Polis Daerah Besut tidak mengesahkan bahawa mangsa meninggal dunia di tempat kejadian. 请问是格多·波利斯证实他死亡了吗？OK，换先啦。把我们这个的对面的练习接下去，我们看另外一面的。说朗读啊，不罗恩版的时候，另外一面的，这里是两个人在对话，阿尼斯和伊布的在对话。这里，OK。 来，我们看一看，这里是奥兰多·布罗恩巴。他叫你读以下的对话，然后过后回答问题。Anis 说：“Ibu sedang berapa，妈咪你在做什么？”Ibu 就回答他：“Oh，Anis，Ibu tidak sedap，kamu、er. sudah pulang dari sekolah。Ibu sedang menyiapkan makan malam。” hari ini ibu perlu masak lebih daripada biasa kerana datuk dan nenek kamu akan datang melawat. 他讲，Oh, Anis, 妈咪没有察觉到你回来了，因为他问他妈妈在做什么，他妈妈有可能反头看到他。哎、hey,，原来你回来了。妈妈正在准备门日干，那干嘛了？准备晚餐。今天呢，妈咪会煮。

basuh tangan kamu untuk menyediakan makanan kerbersihan peludah di titik gerakan. Mama ajukan aja. Oh, terima kasih, Anis. Before that, niapa mami? 可以先去洗手。为了准备食物的话呢，啊，for 准备我们的食物的话呢，记得清洁是需要一点点 gerakan，但是被注重。 客虫里面，我一定要看到这一个字哦，diditibara 干被主动，OK，所以它跟 momenting 干是一样的，被主动 d i d i t b a r a 干。接下去，Ani 秀霞，bi la ibu，juga juga sering menasi hati，kami agak i menjaga k e b e r s i h a n s e r u r a t i 把手指、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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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粘附在我们的手，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手肮脏，bacteria 在你们的手上，拿食物来吃，你就趁 bacteria 就吃下去喽，所以就肚子痛啊，腹泻这一些喽，啊，比如说，Berdu Anis, tolong p o t o n sayur i n n a m u begitu, k a m e r l u b a s u dahulu sayur itu dan t u s a n n y a 你看到吗？这里，大家。 哦，是的，Anis，麻烦你帮我切这个菜。尽管如此，你需要先洗这个菜。然后呢，都是干娘这里的意思，哎呀，老师写错了，等一下哈，它不是烫，我改过一下。各位等老师一下，来，各位这里老师更改了，这个我们的都是干是指绿干，OK，就是说好像我们洗了那个蔬菜。 我们要把那个蔬菜弄干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要倒掉那个水，对不对？所以我要过滤掉啊，让它滤干，就是让它留干那个水分的，我们叫做多干，看到吗？所以各位可以写下去它的意思哈。还跟大家切菜，然后要洗，洗了过后呢要多湿干它啊。接下来，阿、啊、妮就说、哦。 沙油沙 u 印尼格里哈丹苏达布西，这个蔬菜看起来呢，已经是非常的干净了。啊，为什么我们需要们把蔬菜呀？为什么我们还要洗？那菜酱干净了，妈妈就说：“卖卖沙油沙油，印尼格里哈丹布西。” tetapi kita perlu membersihkannya agar segala kekotoran yang tidak nampak dengan mata kasar dapat dibuang. Lagipun sayur-sayur ini telah disembur dengan racun serangga semasa dilarang. Racun itu digunakan untuk membunuh serangga yang merosakkan sayur-sayuran. dengan membasuknya kita dapat m e n g h i a n g k a n bahan-bahan kimia tersebut. 他就讲，妈咪就说啊、哦，确实这些菜看起来都是非常的干净的，对不对？他讲呢，其实那些肮脏，我们从我们的肉眼，就是说我们直接这样子看是看不到的。OK，啊，我们这里这样子看呢？ 我们是看不到的。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我们一定是丢掉了吗？再说呢，有一些那些肮脏所谓的那些各国的人，包括一些，是吧？军事杀虫剂，OK？那些农民们为了不让那些昆虫来吃他的菜，为了让他的菜看起来肥美的，啊，他们就会喷射一些杀虫剂，OK？ 然后呢，这些 rajun serangga 呢，为了要杀掉这些昆虫哦，它也会对这些植物造成一些伤害，知道？Sorry，我们吃的农作物造成一些伤害。等我们把 so，你呢？我们要洗掉，是因为我们可以我们提 t 跟 dengan b 吃 m 指的是这些喷射药物呢，都含有化学药物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消灭掉那些化学物质喽。然后呢 a n i 就讲，哦 b a g a 巴 t 来，各位你们看，我上次教你们加 d a s 的时候，哦，然后个 u 巴 a 巴通常会看到的，对吗？哈，所以这里证明给你们看，老师没有骗你们哈。哦，后面就有 u b a h a 呀。ibu Anis t e r a a p p o n g a

Selain kebersihan makanan, kita juga perlu menjaga kebersihan diri. Jangan lupa sabun badan dan syampu rambut. Kita perlu menjaga kebersihan diri agar terhindar daripada penyakit. Hmm, Mami ini sebenarnya semua sekarang hanya bukan? 安妮莎你就先去洗澡吧。除了食物的清洁，我们也要照顾自身的清洁。不要忘了要放肥皂洗身体，然后呢，洗头发。我们也要照顾自身的个人卫生清洁，避免 from 这些疾病。安妮就说：“好的，妈妈。” Anissa 跑进门里的呼噜 a n i s s 就先去冲凉了。OK。 for 这一篇，我们是谈关于 k u b r e s i 和 Magana 和 Gebisani 的。来，我们来看它的练习题。Perkataan 的这一些是第二十面的，各位有吗？OK 哈、huh?。来，perkataan、okay. terhindar dari dalam pertikaan。Sorry，boleh Sorry. juga digantikan dengan 可以合并起来，terhindar 你们写下去，避免。 Okay, 或者是远离，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放什么？你们可以记得，一般一样是的，哈。然后 B 的，Mengapa kita perlu m b e f o r e 吃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洗手？妈咪又跟他讲，Before 吃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洗手了的？哈，如果我们没有洗手，那个食物上面啊，我们的手。 会沾了什么？然后如果我们手沾了那个东西过后呢？我们吃的话，我们会怎样？哎，sorry，不用急，会怎样？我只是问为什么我们要洗手。嗯、啊，所以记得你们回答的时候，我们需要洗手 before 吃东西，adala 温度避免什么这一些咯？啊，是因为 a 阿德拉啊，我们其大不罗们出去当然是不是马感觉染啊，会有什么东西粘在哪里呀、啊？如果我们没有洗手的话。 o k y 来，接下去 C 的，apa g a h fungsi racun serangga yang d i s e m b e r pada s y u sayuran di l a d a n 刚才我们讲了嘛，那些杀虫剂、杀虫剂的功能，为什么我要把它喷射在我们的农田里面呢？apa g a h a fungsi？所以这里你们等下回答的时候，fungsi racun serangga yang d i s e m b e r pada s y u sayuran di l a d a n 要拉什么功能呢你们可以写下去，或者阿德拉什么，阿德拉温度也可以用。Like Dongki 的，Ada kagamong utama kang e r b e r s i h a n d i r i m n a pa？你是否有注重自身的清洁呢？为什么？OK，虽然老师每次跟你们讲，Ada kag 回答，你可以自己回答一下或者记答，对不对？可是这里他问你哦，有没有照顾自身的啊啊清洁？你们通常应该回答有。 为什么我们会要照顾自身清洁呢？啊，这样可以避免我们生病，这样可以避免我们吃到受污染的食物，那一些等等嘛，对不对？所以这里你就要回答他两个，是的，我有注重个人 s a n 然后后面你就可以解释你怎么去注重个人、okay、s a n a o k 吗？OK 哈，来，接下来呢，我们会要看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是在后面的，我们的巴哈干比我们要写的乌拉山。这一面是第五十五面，各位，哈、啊，五十五面准备一下，看一下。写在一张纸张，或者是上次你们有做巴干 A、巴干 B、ah、啊的那一些的纸张，你们可以接下去，记得写上巴干 B，、ah、i, 它的题目是 m p n m e m b a s u n u m n e n g a n betul，日期 七月六号这种，哎，所以这里还有多久让肛门把手档案洗手的几个几个步骤咯？所以你看啦、啊，所以等下我招的时候我可以用。可以吗？可以，我只要讲得出它怎样洗，然后还有下面还有给你一个 date，将看六八，不要忘记 h u e r y m y 你不要忘记什么呢？用肥皂。 guna ayer bersih 用清洁的水源，geringan 档案擦干你的手，抹干你的手。来，我大致上解释过，看给你们来写一下。OK，来，这里呢，所以我们大致上绘本的呼噜安是，我们都有责任照顾自身的清洁。还记得自身清洁叫什么吗？kebersihan diri。 有责任叫什么们不愿意当公家哇或者是写成一个字 b 当公家哇也可以哈我们都有责任照顾自身的清洁然后呢有好几个步骤的拉巴拉巴拉巴巴哈或者叉 ra 曼巴素案的安排都就是我要教你们有好几个方法怎样正确的洗手 ok 然后来，接下去，是 e a s 这边，我可以说到的是，洗手时别忘了要用肥皂，用 I a e r o s o 还有要擦干你的双手。洗手过后，这个是 Remind 你的咯。然后我就会进入我的 e C Do 啊 e a s Do 啊，啊我就直接写它的 Step by Step 咯。 就是不打马格多阿格迪嘎格姆啊这一些样，然啊，后面呀，最后是进行什么活动？你看，首先用沙盆们把手打干，然后第二个是搞手打干，哎，搞手那个布拉缸打打打干，打打干是指手掌，布拉缸打打打干指的是手背，看我们的手背，对不对？他让你转我们的手背，搞手。 然后这里刷那个 jari jari 的 c h a r a chala 啊 c h a r a c h a r a jari 就是那个手指的缝隙，我们的手指啦，对吗？中间手指跟手指之间相差有一个缝隙的，我们称为 c h a r a c h a r a 然后呢，刷手掌的，呃，门牙刷我们的大把档案，然后手掌的叫啊 c h a r a c h a r a 在 jari 大把档案，就是里面我们手掌这边的也是要刷。 然后要 m a 拉斯阿 l 要冲水哈，要、啊、要,要讲讲冲掉你手上的肥皂嘛，对不对？用清水冲洗哦。然后到最后洗好了，做不好不、就是随随便便擦裤子哈。最后洗好了过后，就要用干布擦干我们的双手。然后呢，接下去最后的步骤就是。 每个人总结来说，我们都应该照顾好自身的清洁。为什么要照顾自身清洁，以便可以远离疾病？就是没有这样容易生病的咯。来，所以这里呢，注意各位，接下来老师的 v i d example o 是 ex answer 的少了。如果你还没有完成，please 先去完成，才来 continue 看老师后面给你们的 answer。 如果你们呢完成了的，那么就请准备蓝笔或者是红和红笔。Sorry，正确的答案你们可以在题目的旁边画一个小勾。做错的同学麻烦用蓝笔在旁边 b r e 标个订正。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重复了这样多次，还是有人不会明白老师的意思的呢？至于你们看到那一些回答问题、理解文本，妈妈那边你答案如果跟老师不一样。 不要急着擦掉，各位，用蓝笔把老师的答案抄下去。然后至于你们的答案，你们放这，老师会帮你们批改，看是否正确，OK 吗？来，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重新跟你们讨论我们的这一面白干 B 喽，准备蓝笔和红笔喽，所以第一题。 What well, the answer is keselamatan murid-murid di Makmau Sains merupakan aspek utama yang perlu diberi perhatian. Kemalangan yang biasa berlaku di Makmau Sains adalah seperti kebakaran, letupan, kejutan elektrik, kebocoran gas dan lain-lain. Dengan itu, guru perlu bijak dan sentiasa pekar semasa ber mengawasi murid-murid di makmal sains. Murid-murid pula harus mematuhi peraturan semasa di makmal sains. Murid-murid juga diarjah menggunakan alat alatan sains dengan betul. Selepas membuat uji kaji menggunakan bahan kimia Mere mere dikehendaki, 学生们被要求们把手答案答案是噶啦，马上去洗手。kita dapat mengelakkan kemalangan sekiranya kita berhati-hati dan berdisiplin。我们可以避免，OK？只要意外发生，只要我们小心，有守纪律的，OK 吗？来，接下来是。 哎呀，大家最适合的，所以这里呢，我叫你们还来比较了，能讲对吗？刚才前面的时候，所以这里你可以这样子提问 i b u n a kah t l e t a k n y a restoran y a menjadi buah m r u t orang ramai？OK，如果你们要写 “restoran yang menjadi buah m r u t orang r a m i itu t a di mana” 也是可以，没有错的，各位，OK。 所以这里有两个，你要把“你妈拉卡”放在前面的话，那个句子需要做一些调整。如果你直接把“妈妈放在后面的话，就是割掉“加兰人卡”，然后把它变成“妈妈后面放上一个问号就对了哈。来，接下去呢，我们来看，do 杜丽斯来了，i 氏摔的。 Program ini akan berlangsung, 它跟它讲举办大约是天，所以 Jaguarus 可以提问的是，书记，program itu akan berlangsung berapa hari？书记那个活动将会举办大概几天呢？哈，或者是有另外一种方式，书记，berapa harikah program ini akan berlangsung？OK？ 哎、hey,，sorry，应该是 program 一 n g 甘不朗诵，on. 老师写错了，所以一个标一下，这里是写一度才对哈、啊。program 一度阿甘不朗诵，OK，sorry。Okay? 所以各位，你们看你们的答案有跟老师相似的吗？如果跟老师不一样的话，麻烦用蓝笔记录下来哦。然后你们的按设放这，不要改过，有可能你们的答案是正确的，老师会帮你们批改。 OK，用蓝板抄起来。我可以有两种提问手机的方式，这个提问手机，OK 吗？来，这样老师接下去了。我们接下去看我们的另外一面。C 的这一题要写的是 b e r r y b a h a s a 你看，吃八瓜后吃西瓜，对不对？ 这里的 b e r r i t 马上有两个，老师只写到一个出来，你们给自己写下去。有些人讲，老师，我不要写本主机目录，ut, 我写本把索末日可以吗？可以的，各位。OK，同样是饭后甜点，我们可以称为本主吉末日啊，达，本把索末日也是对的。来。 接下来这一篇，刚才我讲的咯，那个小孩子不小心被推车的爸爸撞死的。来，A，berita ini adalah berkaitan 有关于什么呢？Seorang anak anak perempuan berusia dua tahun maut dilanggar ketika bapaknya mengundurkan k e r i t a 一个小女孩两岁的，OK。 他死亡因为被撞，当他的爸爸推车的时候，OK 倒推车汽车的时候，所以安色在第一段那边有的。如果你写错的话呢，麻烦你从安色 bracket 起来，然后抄下来在第一段哈。然后接下去的 mana kejadian itu berlaku，那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呢？kejadian itu berlaku di sebuah taman perumahan di kota Jati。 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也是在第一段那边，他有讲，爸爸推车的时候不小心撞死这个小女孩。然后呢，是在 Doctor 的这个肝部发生的。所以 D 那个我后面 answer 一定要有在哪里咯，OK？然后呢，接下去这里 C 的我们来看，对的我们划线去，对，错的划线去错。第二个。 Mangsa kemalangan bernama Roslina Puteri Basriya berumur dua tahun, adalah betul. Dia memang anak berumur dua tahun. Okay. Rosli Ibrahim tidak sedar yang anaknya berada di belakang kereta. Dia memang Ibrahim tidak sedar yang anaknya berada di belakang kereta. Dia tidak sedar jadi anaknya berada di dua tahun. Okay. Rosli Ibrahim di tempat kejadian. Dia di 我讲一个人的死亡是由格多玻璃来判断的吗？不是嘛，对不对？他是由学医是医医院的 doctor 那一起来判断的。所以花仙子，杀啦！来，至于来到我们另外一篇，是 alan dua puluh empat 的。e perkataan terhida dalam pertekan boleh juga digantikan，可以被代替的字，这里我给你们两个 example。 避免水的 a lot 或者是 a lot but 指的是逃离远离的意思所以这两个都可以写下去如果你没有写的话用蓝本本可写下去啊 b 的蒙阿巴嘎给他布鲁门祖居当安什么什布鲁玛干为什么我们要洗澡 before 吃东西呢给他布鲁门祖居当安什布鲁玛干 agar kuman tidak terlekat pada tangan semasa makan。我们需要洗手 before 食东西，是避免那个细菌不会黏在我们的手。当我们享用食物的时候，看到吗？接下去写的，apa kah fungsi racun serangga yang disembur 它的功能？所以这里我大致上写出来的。

Adakah kamu mengutamakan kebersihan diri? Mengapa? So, di sini saya sampel. saya mengutamakan kebersihan diri kerana ini dapat mencintakan diri daripada penyakit. Saya diri kerana ini penyakit. 任何的疾病，所以各位置是老师给的 example。如果你跟老师不一样，麻烦用蓝笔套下去一下，OK 吗？把我们白羊 B 的跟大家读的百羊 B，啊，以上是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我们的百羊 B 乌拉山的，这里呢我就直接写成国语的。我们大家有责任，所以。 Get up! jawab 当公家哇，们家个胳膊写 handy。我们大家都有责任照顾自己的清洁。There a b e d i f e r e n a y a s h o r a 有好几个方式。门把手，哎呀，我少了一个字。Cara, 门把手，答案的 number two。这里要写答案哈。方法洗手的很正确的，要加一个门把手。答案的 number two。Sorry，各位。然后呢，我们来看它的那个 EC 那边就有的是。 当然, kita harus 然后, Kita haruslah menggunakan sabun. Kita itu, menggunakan sabun. Kita membilas menggunakan dengan Kita haruslah sabun. Kita haruslah menggunakan sabun. Kita haruslah 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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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ggunakan Kita 答案的答案干干净，所以我们过后擦手的时候要用干的布来擦干我们的双手。然后接下去的呢是依稀图啊，所以我就会讲那个图片那边一个 step 一个 step。所以，pertama s a p u n sabun pada tangan，就是放那个洗护啊、洗护在你的手。kedua gosokkan、ok、belakang tapak tangan，就是要刷你的那个手背。 啊，接下去的是，高扫杆，切啦切啦，家里不拉缸。你从后面的背面刷那个你的手指的缝，OK。然后接下去高扫杆打把答案翻过来前面再刷你的手掌。高扫杆切啦切啦，家里打里打把答案啊，我们从我们的手掌这边。 我们也要擦一下，OK，也要刷一下我们的那个手指跟手指之间的缝隙的。接下去，个二马了，对吗？一二三四五六，啊、哦、s o r r y 第六了。个嗯嗯，kita m e b i l a s air p a d t n a n n e h s 我们会要冲洗，OK。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Akhirnya kita gunakan kain kering untuk mengelap kedua-dua tangan。Tang 我们要用干布来擦我们的双手。接下去，Penutup 这边呢，你可以讲的是，Kesimpulannya kita harus menjaga kebersihan diri untuk menghindarkan diri dari penyakit。 总结来说，我们都应该要们加个自己的清洁，为了避免我们 from 任何患上任何的疾病。OK，这个是 for 我们后面的乌拉山的咯。所以各位，谢谢五年级同学们的专心上国语课。OK，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回到中心与大家一起见面咯，同学们。 老师期待到时候看到健健康康的你们，所以在这段期间多喝水，然后照顾自人自身的卫生清洁。OK，好啦，所以今天的国语课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拜拜。